明辉，可以拍手吗？好，拍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准备进行颁奖，来，奖章要给我。好，第三名，桃叶礼盒一组，刚好在就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，再拿走，拿走。第二名，餐券一张，来吃宵夜了，吃宵夜了。最后第一名，具体外空一万大来见外加住宿优待券一张，恭喜各位。好，我们的比赛50个梯次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具体外比赛就是。